天是西戏公主关晓彤的生日，关晓彤和鹿晗在微博亲密互动，惹得粉丝热捧。很快，关晓彤生日的消息便占据了媒体各大榜首。作为西戏谷代言人，关晓彤已经连续数年来到西戏谷为西戏谷庆生。而在关晓彤生日这天，西戏谷自然也以更休游的游乐项目回馈广大粉丝和网友，以另一种形式为关晓彤庆生。常州动漫西戏谷近期开放了全新爆款项目冰雪奇境，只需购买西戏谷门票便可免票畅玩，不需要租借御寒衣物外，游客们便能穿越西戏谷冰雪世界，沉浸式体验享极致娱乐。西戏谷冰雪奇境作为苏南地区最大的冰雪游乐景点，占地面积于1500平方米，区域设计了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，比如蛋蛋乐园、海洋球池、春雪戏雪场、百米八字滑道、竖条儿童滑道、哈尔滨动态灯光冰雕、冰雪迷宫等等，可让人全身心感受极地冰雪的有趣和刺激。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孩子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娱乐项目。冰雪奇境能够满足多种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游玩。当然，如果你带上孩子前来，便可以在戏雪场享受一段美好的亲子时光，体验平时在冬季久违的打雪仗的乐趣。也有专门为儿童设置的冰滑梯，可以体验着冰的坚实与润滑，感受着与滑雪坡不相上下的乐趣。更有孩子们喜爱的海球池，家长也可以跳入球海和他们一起尽情狂欢。在-10度的环境下，西戏谷冰雪奇境提供的是全方位冰雪旅游的沉浸式体验，旨在让游客感受冰雪童话世界的美妙，集冰雪艺术融冰雪风光。西戏谷冰雪奇境从无到有，在艺术家鬼斧神工精细雕琢之下，耗时2个月打造出美轮美奂的冰城堡。馆内有 CC 公主、兽狼、猛犸象、剑齿虎、海底龙王等经典卡通人物冰雕。当五彩六色的灯光开放时，如同置身一个冰灯的童话世界，晶莹剔透的冰雕作品是那样生动而又别致，集冰雪艺术之精华，融冰雪风光于一体。可以说，徜徉期间，人们能感受到冰雪景致的超凡魅力，更能感受到冰雪大师精湛的技艺。西戏谷冰雪奇境将冰雪艺术与冰雪游乐相融合，打造的是全功能旅游产品，多种冰上项目足够让游客见识到北方般的冰雪风光。